现在这个位置是距离绿江村15公里处的一处观景台，底下就是鸭绿江，对面应该就是朝鲜。这一路上来路况还好，然后呢路边上都是那个铁丝网，你看这边风景多漂亮，真是美。现在这个位置是第二个那个观景台，看看多漂亮。这个开上来啊特别费劲，路况倒好，这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一个圈的绕，但值得。看看我这后面